你们找谁啊？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？家属啊？哦，我是他弟弟。我是他妹。在里面。那个，能麻烦您，您帮我把这些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？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。我们这不是监狱，我们这是公安局。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，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。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警官同志，那个，来，那个，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，今天不是过年吗？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，您能不能？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。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，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。大过年的，你们就别在这儿了，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，劝劝老人，安慰安慰，好吧啊。我没父母。我哥是我们家长，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。看看春晚吧。哎，谢谢您啊，警官。等太久了，没人让我俩进来。我哥他能吃上吗？哥，那个警官，是这样，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带进来的饭菜，可能交到你哥那里了。这是规定，所以呢，听我来安排啊。好，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，如果你们不嫌弃呢，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，他一定会吃上。你们呢，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，你们也可以吃。那我这么安排，你们同意吗？哎，同意。同意？同意，同意。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？哦，在那儿。在那个，对对对，哎，红色口袋，哎，好，对。来，雨行吗？慢点。谢谢您。警官，那个，我哥他能看春晚吗？你这事儿肯定知道了。没事。谢谢你啊，警官。